买蛋啊。是吧，你送东西给他。哦，我拿点东西给他。好饿。你又买了一些鸭子来喂啊。给你拿了一点油。没那不要你了，就卖钱就好了。这个面包给你吃，你放这里哈。还给你买了一床棉被了，棉被要不要拿出来？装在这里。给你买了一床棉被，放在床上吧。嗯，是山东有一个姓刘的大姐，她看了我那个视频也很关心你，她就叫我买，帮她买一点东西来给你。啊，这些吃的还有面包啊，那些都是她买来的。你怎么又弄成这样了？我上次帮你围得好好的。不是，你重新来过了。现在又重新弄过了。哎，重新搞过了。你现在这里弄成这样。你这里晚上都没电了，就是没电了。我给你买了一个那个太阳能的灯，晚上可以照一下。太阳能的呀。这个灯啊，它有一个这个太阳能的板，你给它接上去，白天就放在外面，让它晒太阳。是我。晚上拿进来，这里有灯了。想买这个。你也想买这个了？想买的。啊，我看你这里没灯，我帮你买了一个。这个开关你会用啊，你按一下这个。就亮了。这样就关掉了。它现在这个灯啊，这个红灯的话亮着，它是在充电。我这个太阳能板的话装上去了。你看我这个拔掉它就没电，不会充电了嘛。现在就在充电，这个红灯就亮了。要是这个绿色这个灯会亮的时候，就说明这个已经充满了，充电已经充满了。你都可以拔掉，不拔掉也可以，就一直放在这里也可以了。就放在这里，你要拍到就来开起来，晚上就可以开起来。亮的话也很亮的，是不是？很亮，可以亮。上次买给你的油吃完了没有？还没吃。还没吃完。还没吃。你放在这里拿去卖，我看刚刚那里也有人来买蛋。我又买，不是自己留着吃。天天都有人来要，不是我是特地留给你。特地留给我，你自己留着吃啊，你这里又不能做菜，也没菜吃吧？不是，我有这点菜，今天就会三几个人，这有三个，也是三个。不要了，我家里蛋没吃完，你上次给我的我都没吃掉嘞，我这个破掉了，是那个什么弄的，我们先回去吧。我不要了，我特地留给你的，特地留给我。那我今天没带钱，等我下次再来看你的时候，我再带点钱来拿给你啊。原来他你说三张菜嘛嘛的，你说为啥他需要什么？我这那个鸡呢？哦，山东那个大姐哈。我你那个鸡呢？把它寄下去，我这里。好，我会帮你跟他说哈。你跟他说的。他也是心很好，他说看到你这么困难，他也就是想来关心一下你。是。他那么远，他又不能来哈，他说叫我替他来看看。你说要去看你母亲的时候呢，我那鸡就。看我母亲，要不去的哈？好。你什么呢？要去？因为那个货车都是，那在你家里不好过，你需要的时候你过来。